嗨，大家好，我叫傅黑美，我是 KAUST 的 PhD student， 很高兴今天在这里为大家介绍 KAUST 的研究环境以及校园生活。现在呢，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实验室。大家都知道 KAUST 是一所非常年轻的学校，所以我们的设备呢都是最新最顶尖的。像我身后这边就有一台镀膜设备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一台我们的六只手臂的电信量测系统。在这里呢，利用我们的太阳能模拟器，还有我们的 solar cell， 我们可以产生再生能源。那这里呢，就是我们分析再生能源浓度的系统。学术界拥有世界最大最强的无尘室，让我们现在就换上衣服进去看看吧。Let's go！